那我觉得你没有滑的。有的地方滑的，我不太习惯这种滑的动态。我哦，会甩起来吗？没有，就是这样侧滑一点。我也不想说，老是说这种，我觉得很慌张。但我上去之后，那种就是声音过来，真的就是放轻松就好了。的时候才说你要去朝着你想要去。对，其实跑场地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你要望着远方，你要想着你走的路，前面走的路线是什么。嗯，对，你要想不要想就是你看了前面这个就是你进的地方，然后下一个弯你就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，然后你要脑中想象你前面的要怎么去玩。他这里什么感觉？你说他是能学到东西吗？他教起来会比你温柔很多。看来他是个好老师，以后我就。